但那一场是因为我们在躲雨，然后我们两个人就是在带一个小车子。其实那一场是我比较辛苦，因为他是闭着眼睛，对，我是睡着了，我要去亲他，他就这样。我就想笑，而且他也忍住，有时候这里还会口红，就很难演，你很害怕哎，厉害，那感觉好像被鳄鱼咬哎。好，我们放一段朱莉的片段给大家看。晚唱嘿，春天的花是多么的香，秋天的月是多么的亮，少年的我是多么的快乐，美丽的他不知怎么样。那你还要等他吗？你还要这样继续下去吗？先生，不好意思，我们那边在拍片，你在画面里了啦。不错啊，你有不一样的味道出来，还蛮，其实蛮感人的。嗯，我前天有包了一家戏院，然后请亲朋好友去看，是，对他们看完都还蛮感动。是，你有很失落没入围那个吗？金马奖？其实没有，因为我很会笑场，我里面就是 NG 大王嘛，哈。嗯，里面有他还有风度，他没有入围，他也去现场，不像汉典没有入围就拒绝去。就说因为也很多人都没去了，没有没有没有。那名单上是有你的，你不是说拒绝吗？不是拒绝，因为很多人都没有去，我们去感觉金马奖请不到你，没有，我们不好意思到了，永远都不要请你好了。没有，我们其实你就消失在人间吧。哎，秋哥，你觉得康康结婚后会真的不再近女色吗？我觉得他这次真的是变了一个人了。真的吗？对啊，他其实他本性是很善良，很窝心，刚刚也都讲过。对，请问你昨天晚上秋哥找你喝酒，结果我们在妥中康的店里喝到几点？他们是到1:30吧。你呢？我到4:00。因为我之前的那个女朋友在隔壁前女友工作嘛，啊，我过去跟她打招呼，就是过去是有情有义打招呼，打到4:00，因为他们那边橘子水卖的蛮好的，嗯，然后就过去跟她，她会分开是因为怕酸，对，因为她前女友叫橘子，就是过去跟她说我要结婚了，然后问他最近好不好，是，然后他也祝福他啦。对对对对对对。那这种情况需要跟你老婆报备吗？说你跟前女友相逢。我老婆说我的前女友都可以来喝我的喜酒这样。哦。然后他要谢谢他们，就是跟你跟阿爸恩人恩人。被你弄走了。我可能在很大场面。以后那是我的 slogan 嘞。但是我觉得就是这样，我觉得我们艺人也是要给那个观众一个很好的一个，不要说分开了就一直在讲对方的不好。是啊是啊，不会不会，康哥很好，我觉得这样，口德蛮好的。对啊，嗯，所以你人生其实现在很多新的发展啊，婚姻，然后演电影，这些都是新的东西啊，应该很开心啦。而且我也不用再染发，也不用再刮胡子，就是。学做自己很开心啊。OK， 对，好，虽然到时候看看婚姻后的状况，应该还有很多精彩的事情会发生吧。希望你婚姻幸福哦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电影电影成功，谢谢，大家不好意思啊。这四个萌妹妹哪一个是吧？小蛮很可爱，因为你跟小蛮是要绑，对啊，下去。私底下与艺人发生聚会的时候，有人跟我开口